侧夫人，苏总管，侧夫人，这是少主特意吩咐小人给您送来的安神香，助眠。他希望您好好休息，睡个好觉。那我给您先放着。少主，我还想对您说，侧夫人心里有事，别闷着，也别老想着别人，都把自己憋坏了啊。多谢。 一家人吗？您客气什么？侧夫人，柳大厨。侧夫人，正式吃青团的时节，这是夫人让我们给您做的。还有，夫人特地为您改了规矩，以后都准许我们吃宵夜了。真的呀？真的？太好了！侧夫人肯定最喜欢了。侧夫人，您快尝一个呀！快尝尝。 哎，别碰我！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你们也尝。那我来一个。谢谢侧夫人。好吃呀，刘大叔。嗯，甜甜。还是少主和郡主懂侧夫人。那可不。侧夫人，别担心了，只要大家在一起，什么困难都能过去。 什么困难都能过去。嗯，哎，以后能吃宵夜了。